而且今天有个龟连我手掌都放不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爬二这里大哥，我们买了个二十斤的鳄龟，看下咋个吃。我来主演就有鳄龟嘛，要的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但是尾巴很粗，还长了一块这种尖尖的刺。要弄得好吃的话，就你夸奖我一下就要得了。好，弄去。怎么？我们把鳄龟放锅里烫好皮哈。哎，腥味全了吧。这鳄鱼龟是个外来物种，晓得不嘛？好巧的。在温暖地方的话，是没得天敌的。你就是那个。把肚皮都来剥开。这个黄油带点腥味。哇，那么大一坨，再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老姜、料酒，多来点点。看你这些，帮我撕一下嘛。哎呀，我把菜撕好了。这个菜啥子都好，这个菜最盐了吧？嗯。很多盐可以重复利用。来一盘香料，把盐弄炒黄就要得了哈。鳄龟放上来，盖上锅盖，再把盐包在上面来。我们盖上，再腌就腌5小时哈。巴适的很，我看你咋拿出来。锅盖打开，装盘，锅里来点汽油，来点辣椒，还有点烫。我撒这一坨，哎呀，真趴了一分钟就这一坨。现在不够烂的话，可以笨点我都过点。你应该原材料还是？我腌制的时候我没放好多海椒，我就不放点炒肉酱。好香的。今天呢，盐焗鳄鱼龟，巴适，拜拜。